有件事我一定要同你讲。讲咩？你俾汤晴呃咗。呃我？佢呃我啲咩啊？你老婆啊，原来好饮得噶，饮咗半场都未醉，真系女中豪杰。今晚点走，你都揾佢。使乜讲啊？我系 Eden Kitchen 特训噶嘛。喂，阵间先较量啦，过嚟影相先，嚟影相。嚟啊，快啲啦！咁我哋细嘅，佢侧边啦。咁多位准备啦，一、二、三。欢迎咁多位嘉宾来临，我有段说话想当住大家同我太太讲。老婆，如果你是一只弧形弹性牙刷，让我做你唯一的牙膏黏着你；如果你是一个大衣柜，我想做你衣柜里的灯，在你内心发热发亮。即使你是磨难日久的有疲乏，我都帮忙。你个等死都死啲货出嚟啊！我快翻。是咁啊，犯紧一部嗰件事啊，好冇少咗就系啫。每个人每件事都有佢嘅命，有脚翘自己走，夹硬嚟赚自己辛苦，人哋有痛苦，亦未必会如如意偿。成败对错得失，要行多几步就有分晓嘅。多谢老婆，我唔急。多谢大家，饮杯，饮杯。老公啊，嗯，我今晚真系好开心，我哋两个要系一条心，就算我啲咩害到你嘅话，你都要原谅我，知唔知啊？你尽情吓我啦，中意一个人系唔会有痛苦嘅，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。就算折磨都是幸福的。老婆，爱是没得解释的，解释到的就不是真爱。为什么你今晚说得这么特别的？是不是很想你？跟我搞定他，我不要有手尾根。我知道。听日见。喂，唔系咁快走啊！屌！我点解出嚟啊？你话咩？冇漏底啦！唔该晒。臭恩做得多，连自己都觉得神憎鬼厌啊！我最欣賞就係你有呢個本事，睇在親家份上，對呢個新抱輕手啲啊！阿D胸無城府，左傻仔都唔知，你同我睇緊啲，知啦。你知唔知相入邊嘅男人係咩人？唉，喺外國玩到癲曬，都係啲無水情緣嘅啫。其实我真的很傻，成日想着自己可以改变全世界。可以，一个灯泡就可以了。什么灯泡啊？那些纳米啊 LED 的科技，耗能低但效率很高，用很少成本就可以改变贫穷世界。你不是想着用个灯泡去改变汤晴吧？科技复杂，人心更复杂啊，所以我问你几时都叻过我。屋企成班仔女你都搞得掂，冇咗你我都唔知点算。阿登同我讲，真系阿爸使横手搞掂间批发商，我成晚眼光光，越谂条气越。有冇搞错啊？大哥，有冇人俾个说法啊？老咪，今次冇死啊！佢哋系我带嚟嘅，呢个系我朋友阿徐，佢哋都系八人嘅员工。蒋生，老咪，我问你，八样突然间改制，要啲员工签新约，新制之后啲员工冇 O T 冇补水噶，咁系咪算死草？系咪吸血鬼先？
咁咪即係變相減人工？啲管理層講到明啊，啲員工唔肯簽新約，即炒，仲要收埋啲供應商啊，唔俾貨我哋，斷人貨源，又如斷人衣食，即係無良兼惡毒啦！我哋一於以牙包眼。好啊，好啊，就咁做。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係嘛？嗱，我哋一於 call off 啊！阿布屋同埋八元嘅員工一齊上街，控訴呢個霸權主義，反八元。撐阿布屋係良心企業，好反八人撐阿布屋。阿 Hugo， 咩嚟？過去傾下。支持小企業，反對壟斷，借勢為阿布屋建立正面形象，爭取市民同情。點睇？上街係咪一定解決得問題？唔能夠訴諸法律，就爭取聲音，製造壓力。但我覺得我哋而家要做嘅就係要幫阿布屋揾新貨源。上街同揾新貨源，兩者冇抵觸。Hugo。你班朋友靠唔靠得住？佢哋有曬真憑實據，指證白潤壓榨員工。就算阿寶唔加入，佢哋都會正總抗議。今次白潤搞鑊足出嚟，呢個係幫阿寶做勢嘅好機會。想唔想打低巨人搏鋪大嘅，由你決定。無良僱主，無良僱主，黑球共治，黑球共治，話我哋小市民輸大權，話我哋小市民輸大權。蔣生，咁你唔識同你阿爸對抗？我唔係對抗，我只係企喺市民大眾一邊爭取公義。呢個絕對唔係我個人嘅問題，呢個係全港市民嘅問題。